張超雄議員第二十輪。主席，這個地政署呢在今年2月24日呢已經公布了呢，就說會即接受這些申請，就是作這個私人發展用途 的一些計劃，就那個範圍呢正正就是新界東北發展計劃這些土地上。咁、那個條件呢亦都即係包括咗嗰個土地面積不少於4000平方米啦。我想問，即係自從2月24號開始到而家，你哋收咗幾多份呢啲建議書？有冇呢啲數字啊？係政府總共收咗7份嘅申請。7份申請。Okay、7份嘅申請係喺啲咩地點？係同埋作乜嘢用途？可唔可以公布？暫時不方便公開。點解不可以公布呢？因為我政府仲喺度處理緊個申請。咁幾時可以公開呢？根據呢個地政署俾嗰個嘅呢、這個處理嗰、那個做法咧，就係、是、我哋等都會等呢個城規會核准咗個圖之後咧，先至會公布嗰個處理結果。好嘅。下一位，唔等埋城規會過咗先上嚟攞。